不？Hello， 主播可以看见画面中，大白天就在马路边，大批远景靠在白色轿车旁边，有的站着，有的蹲着，但仔细看，有两名男子直接被压制在地上。原来就在刚刚接近中午，新北板桥园东路附近发生一起警匪追逐。警方原本在路边巡逻，不过发现这辆白色小轿车行迹相当可疑，所以才想上前拦车盘查。不过车上驾驶跟乘客却不肯乖乖配合远景，警方还看见了车上疑似有枪，想要问个仔细，但驾驶心虚，一路猛踩油门加速前进，横冲直撞，甚至还想冲撞远景。警方直接当街开枪，共开了五枪喝阻。嫌犯为了躲避远景追逐，还失控撞上旁边的骑楼，但其中一人还在逃跑过程中跳车，但幸好最后通通都被警方逮捕。目前根据了解，这三人疑似是毒品通缉犯，详细情形有进一步的消息，我们都将为您随时掌握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